一八六四年上半年，太平军在江浙仅有的重镇相继陷落。年初，杭州被占，苏福省的太仓、昆山、常熟等地也相继陷落。苏州、常熟等地也在李鸿章和戈登的炮火范围之内。苏州周围的各个据点全被敌军占领。这时候，又与城中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王安军、周文家等八个将领策划降清。 李秀成当时正好来到苏州，他已经知道太平军中郜永宽等人在策划叛变，却未加阻止。他在自述中写道：“郜永宽这帮人久希其有投大清之意，虽希其所为，我亦不罪。”文时与其谈及云：“郜永宽、汪花班、周文家、汪安君、张大周、汪有为、范启发云，现今我主蒙尘，其实不久，而是两湖之人，皆有耳变。” 而我不必相害。李秀成对郜永宽等人谋叛，不但不加以劝阻，反而公开表明借由耳辩，同意他们降清，条件只是而我不必相害。郜永宽等对李秀成履行了诺言，没有执行李鸿章部将程学启关于擒李秀成、斩谭绍光的命令，放走了李秀成。但邵谭光作为守城主将，他并不知道郜永宽等已决定投降清军。 仍在做积极的守城准备。在李秀成走后，郜永宽等人便杀了谭绍光。苏州守军广大士兵对郜永宽等人的行为十分愤慨，奋起反抗，但群龙无首，力不能支。退出苏州城后，大部分被清军诛杀，其行为十分悲壮。守军中广东人约五千，并未参与这个阴谋，只得奋战夺路出城。他们把自己的妻儿编在队伍中部。 准备由西门突出，可是势如潮涌的清兵不断的攻击他们，使他们无法携带家小通过狭窄的道路冲出城去。于是他们只得被迫采用可怕的手段，杀死自己的女眷和儿童，以免他们遭到敌人的侮辱和酷刑的厄运。苏州陷落后，无锡、吴江也相继陷落，李鸿章和外国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常州。 守将陈坤书进行了英勇抵抗，场面和苏州陷落成为鲜明对比。令立在其书中继续了这段悲壮的历史。残存的太平军奋勇力战，壮烈的牺牲了许多人，活着的仍死战到底。他们虽被迫退下城墙，穿过街道，但始终做着顽强的抵抗，寸土必争。最后只剩少数兵士，一直抵抗到统帅王府。 护王这些部下虽然无法战胜，但是他们坚决面对敌人，为效忠于自己的高贵事业而死。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在护王周围倒下去了。这时，他单独一人和一大批敌人鏖战，他仍未被杀害，因为敌人悬赏活捉的，终于，排山倒海的敌人把他击倒在地。可是，在他倒下去之前，许多敌人已死在他那柄大刀之下。 我曾经与这位英勇坚强的首领相识，是我一生之中的光荣。常州陷落了，陈坤书被俘后壮烈牺牲了。天津成了一个孤岛，四面失去屏障。李秀成当时在丹阳，他虽然对叛降的部将过于宽大，甚至丧失原则，敌我不分，但他对洪秀全还是一片忠心的。他决心回到天津和洪秀全共商决策。当时。 天津不能保住已成定局，清军对天津的包围正在层层加固。李秀成回去诚然包含着极大冒险性，所以其族弟李世贤极力劝阻，叫李秀成前去溧阳，别做他谋，并说要出兵强迫李秀成去溧阳。李秀成还是不听，毅然回到天津，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理由是京城已被清军围困。 而城内又缺少粮草，城外又没有救兵。如果不让城别走，全城生命都难保住。因为南门外雨花台有清军驻守，西门外的江东桥也被清军占领了，东门外的七桥瓮也驻有重兵。城外的粮道断绝了，而且城中人心不固，朝官、文官占多数，能作战的军队不多。如不及早撤出，绝灭定义。 李秀成的具体方案是：不如舍天津，进弃苏这两省地，御甲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势，以控东南；其他为要兵、水师所不治，洋鬼势力所不能治。然中原可图，天下可定也。洪仁玕当时也认为安庆之事，天津已危，及苏州一线，得救之望绝矣。洪秀全大约也看到大势已去。 突围未必能成功，加上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不愿再做更多的努力，是一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其实，在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时，突围还是可以成功的。当时至少有如下几个有利条件：共一，突围是能够获得成功的。当和清军虽然严困天津，但由于南京城大，战线过宽，清军只据守在城外各个据点上。 据点与据点之间还有相当宽的间隙，如果天津太平军选择其薄弱环节，乘其不备，突围是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天津陷落时，南京城已被清军围困，李秀成率右天王等一千余人突围，还能获得成功。其二，清军围城部队除湘军之外，已调集各路兵马，他们在镇压太平军上目标是一致的。 但互相之间矛盾重重。英国侵略军头目戈登攻陷苏州时，未能入城，和清军一起抢劫，便和李鸿章闹翻，向李鸿章勒索大量银两。而曾国藩和李鸿章及湘军和淮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共三。从全国形势看，农民起义还在继续，如云贵的苗民起义、四川的蓝二顺、郑永和起义，陕。 干的回民起义等等，如果太平军突围后能在这些地区发展，也仍然有复兴的可能。其次，当时在江西、安徽、福建、湖北还有几十万太平军在活动，陈德才、赖文光在狱，陕也拥有几十万人的实力。太平军突围之后，可以以洪秀全为旗帜纠合这些部队，声势也还可观。 但李秀成的建议却被洪秀全拒绝了。他指责李秀成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源独一真王，何惧之有？不用耳奏，正是不用耳礼，耳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耳。朕铁桶江山，而不负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李秀成对洪秀全毕竟还是愚忠的。 对洪秀全这种近乎梦一般的指示，作为臣子，他没有反驳的余地，也没有弃而不顾的想法。洪秀全的固执，应当对太平天国的迅速陷落负有责任。从此，太平天国进入了天津保卫战的艰苦时刻。李秀成负起天津保卫战的总指挥。一八六四年初，天津形势日趋险恶。二月间。 太平军城外的两个重要据点之一的天宝城为清军所建，这样一来，清军便可以到天津城下直接攻城，为清军沿城墙挖地道提供了条件。南京城墙牢,牢固，凭借当时的武装是很难攻下的，只有挖地道用炸药轰城，才有可能攻进城里。所以，自清军攻下天宝城之后，便致力于挖掘地道。 没有从军事上做正面进攻。在这期间，即一八六四年五月初旬，洪秀全因天津缺粮，带头吃田路即用草制成的，而得病。此时病越来越重。李秀成在自述原稿说：“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后，私事我在东门城上，天王私事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又说：“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 天王之病因时，田禄病起，又不肯吃药，方故而死也。洪福天在自述中也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奈静居士日记》中说，文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笔中四月二十日，三个材料都记述了洪秀全是病死的，时间上略有出入，是当时各自获悉有先后。 洪秀全死于天历四月十九日，清历四月二十七日，公历六月一日本当无疑，但因曾国藩在刻印李秀成自述时，把上局李秀成自述材料引去，篡改成天王私事交集，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这样一来，洪秀全便从病死变成自杀，直到李秀成自述原稿发现之后，才真相大白。那么？ 曾国藩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篡改呢？因为清军在攻破南京之后，基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说，守逆洪秀全时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自杀。进入金陵后，在一奏稿中又说，有伪攻毙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及守埋逆尸者也。臣亲家讯问，据供，洪秀全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密不发丧。 显然，后一个奏稿是为了证明他六月二十三日所奏洪秀全服毒自杀是确切的，并以此向清廷报功。